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。危难之间，原来二十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奖率三军定中原，庶竭驽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九都。此臣所以报先帝，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